放心。你到底在要创啥？爹地跟我来啊，跟你同款。无同款，我跟你讲哦，今天是我的爹地最重要日子，你莫来乱。会乱的应该是你吧？场面愈大，你愈贤吐槽。今日唔知有直播无？好佳哉，内底应该无面粉。不准你去！江子婷小妹妹，你进步啊呢？什么物件进步啊？你较早是活动开始，你才开始录；即马是活动还袂开始，你就要暴走啊！今仔日这个场面是我，还佮有我爹地的，你莫想要抢风头哦。无安尼好啦，你予我入去，我甲所有的场面拢做予你，予你出风头，好不好？你敢有可能遮好心？敢袂？我只要伫爸宣布成立公司的时阵，徛出来对所有的人讲，我即个拄领做几种阿姊，要告我的小妹肇事逃逸、杀人未遂。马上所有的记者拢会去你，你就会当重新徛伫咧镁光灯的舞台，伫你的主场受到所有人的注意。我呢，是毋是甲所有的场面拢做予你啊？你。讲过无要告你啊，你是听无？你若是搁继续乱，害我的心情无好，我是不是会告你？我家己都唔知啊。高仁心，这下过敏药膏，你是不是你妈的啊？我好买。是真的，我过跟阿爹地讲。啊，不过你妈的情形这么严重，我药啊敢有效？也是去病院注射较透动啦。对吼，妈咪的情形这么严重，就算讲这药膏全抹完，也无可能有效。啊，不过若是伫咧拄牙起来时阵抹，应该就袂这么严重啊。就是讲啊，这么重要的物件哦，就一定要放伫咧固定的所在，用完了后就应该要放伫咧化妆台。啊，不过我妈咪放物件所在拢真固定嘞，嘛不是我啊。你哪会知道我妈咪放伫化妆台？我拢唔知影呢。近近人买急救笔，嘛唔拢是固定放伫化妆台啊。常常咧用的物件，就是爱放伫上方便的所在。那无你哪会房间，啥物所在常常用着？除了名称，就是化妆台。所以你有看到？你有入去我妈咪的房间哦？我无遐尼无聊。我入去房间要创啥？我只是分析予你听。干嘛呢？你是毋是想要陷害我妈咪？就参照迄个时阵，我陷害到。讲啊，陷害谁？人美对无？人美过敏急救病就是你偷摕。是你，你想要害我妈咪，所以把我妈咪的过敏药给藏起来，对吧？我要哪会知道她今天的过敏？而且我要用什么方法害她过敏？非常简单啊，你只要把过敏源放在我妈咪的经过的地方。哦，我知道，今天你有吃奇异果，你是不是把奇异果顶面那个绒毛压在我妈咪的经过的地方啊？我哪会知道你妈咪对奇异果过敏啊？就要有些凊彩拢买当知影啊，那么迄个时阵哦，我哪会知影高仁美对花生过敏啊？讲出来啊吼！我无可能会去的，而且哦，我绝对袂承认的，你会当搞安怎？又搁搞我拍？你第二个搞我拍？你当作我是算得做的啊？高仁心！你要小跑，我袂惊你啦。而且爸回来的时阵，我就甲伊讲是你先拍我的，我是是相信我，相信你。你真足卑鄙的呢！我好心予你住伫个阮家，我搁替你讲话，咱困袂去，咱搁做伙饮酒呢，你哪会当安尼欺负我？出去！你即马马上赶我出去！你爸带我回来，不是我求伊收留我的。
你若是要赶我走，你就要想好清楚，要安怎甲恁爹伫解释。张子婷，我承认我就讨厌你，我嘛就讨厌严胜元的。我若是讨厌严胜元有一百分，我就讨厌你99分。是安怎差一分，你敢知？迄一分就是因为咱两个人有共款的目标。咱两个人有共款的目标，无可能。咱拢希望严胜元甲冷美分手，敢毋是？我即摆予你个机会，莫讲是败不复活，我会当予你一遍，就甲严胜元做伙。这是啥？严胜元啉酒醉啊，即摆倒伫个即个饭店个房间。你讲，你的机会是不是来啊？哎呦，你怎么那么恶心啊？我才不相信你会对我这么好。我自己也不相信啊。啊，不过你不可以忘记啊，咱两个人住做伙，我若是无想要每天跟你拍面相看，我就要跟你维持好的关系，敢不是？规定不管安怎讲，你就是我的小妹。我制造一个机会给你，你欢喜，我嘛欢喜，这是双赢。为着今嘛，你只要把握这个机会，你就会当得到你的圣元哥，会当美梦成真。美还是不爱，你自己算。圣元哥是我的。门关紧紧，要创啥？生气哦！你是安怎要甲张翰的代志，甲阮妈咪讲？你是不是故意？张翰，张翰是安怎？所以你有入去严世明房间，所以你甲伊……我甲伊安怎嘛，无需要甲你讲。所以你两个无安怎？你常常久久讲你的心内只有严胜元，结果机会给你啊，你竟然放弃。你到底是无胆，还是你根本无介严胜元啊？像讲的，为着胜元哥，爱我做啥物事拢会用的。我王欢喜，搁有所表现给你看。你安尼就无够意思啊！是我甲你甲严胜元红线牵起来，后来发生啥物代志，你爱甲我讲啊！安尼我才会当对恁负责任，还是严胜元对你无兴趣？还是伫咧严胜元心内，你根本甲高人美袂比的？上公我甲高人美袂比的？种草莓，恭喜呢！那呢，伊有甲你讲啥物好听话无？你莫阁问我好无？对啦，这当然跟我无关系啊。啊，不过你甲严胜元发生关系，除了我，你应该无人通好讲吧？还是你要甲爸讲？还是你要甲阿姨讲？还是你要甲高仁美讲？你问这尔侪要创啥？你知影这尔侪要创啥？我只是看你心情无好，甲你关心。既然你不爱讲，那安尼我就家己用啊、哦。嗯，我知啊。安怎？早起起来的时阵，严胜元是不是甲你讲歹势？真正去给我摇着啊！这严胜元哪会这样可恶啊？我不准你安尼讲胜元哥。那安尼你就莫给我要啊！若是严胜元真正唔肯对你负责任，这个公道我绝对会替你讨回来。我来个问啊，你才足烦的。我是为你好。这话是安尼，你甲我讲你要分胜元哥，你只是利用我，要报复胜元哥尔。我只是你报复的工具。你会当继续讲较大声呀？若是去给阿姨听到，
你讲阿姨的反应安怎？还是我即马出去找伊讲，看阿姨的反应是安怎？高仁信，就算你去讲，我妈咪嘛无可能会相信的。你是安怎把过去讲？这一切拢是你安排、你设计。你若敢讲，我也唔惊。我歹过，你敢会好过？好啊，若是你会当忍受这款的委屈，常常唔爱讲话，那安尼我凊彩随在你啊。